两位感情传说中绝世高手，人不由人，平凡是福，绝世高手这个名字实在不想灭绝。但是阿强死的那么惨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。刚才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些恶人杀掉呢？ 家有本难，当年为咗你，亲眼见到自己嘅仔俾十家杀死，冤上报纸，希望两位明。此地不宜久。两位唔系想走嘛？家阵风就好细咯。你唔使，帮唔住我。就算你哋唔走。 我哋都会走。既然二位不便出手，那么能不能把你们的武功交给我？你哋都算系高手，但系要去到我哋呢一种境界，系与身俱难。所谓绝世高手，一定要天生骨骼精奇、经脉含混、百毒不侵。不过外表唔容易睇到。 我谂你哋揾紧嘅人系我，睇嚟佢唔系绝世高手，万中无一，边有容易揾到？嚟。 攞去装身，由今日开始咧，你就系斧头帮啦。唔系啊嘛？唉，唔知净系你一个添啊！阿边个？呢个就系阿边个？呢个就系阿边个？你哋两个都系新嚟嘅，以后系自己有啦。大佬，睇下边个啱心水？呢个小红系我哋红牌嚟嘅。红咩牌啊？全部起身！听到未啊？全部起身！快啲拣啦！ 快啲俾少少時間佬喎，你望真啲，眯埋眼，記得邊個咪就嗰個咯，快啲啦！唔好緊住，快啲！ 三哥，我一睇你个样，我知你除咗好事之外，乜嘢都够胆做。系啊，你就等一个机会啫嘛。系啊，而家我等住揾你帮手。赴汤蹈火啊，三哥。三哥，你嘅手劲点啊？喂，石啊，快啲啊！